好，欢迎收睇 TVL 解构伊斯兰，我系 Share Pro。相信大家咧对穆斯林或者回教咧未必有咁多嘅认识。今集我哋请嚟回教信托基金总会嘅黄孟阳先生接受我哋嘅访问。系，黄生，好欢迎你接受我哋嘅节目嘅访问。系，首先想问下你，乜嘢系 Islam 咧？Islam 呢是那个阿拉伯文的译音，伊斯兰就是 Islam， 它的意思是呢顺从，即是顺从做埋主和平同埋平安的。咁呢个就是指呢三个 Islam 的意思啦。咁为什么我们用返呢个来作为呢个宗教的名呢？因为它不是穆罕默德创立的呢个宗教，不是某一个人创立的。Muslim 呢就是信伊斯兰的人，即是顺从做埋主的人。叫 Muslim， 即是我们叫信徒咯。Islam 是要求 Muslim 有啲乜嘢嘅义务，同埋佢哋需要系有几多次喺乜嘢时候向麦加朝拜咧？我哋Muslim 咧就系、是、首先我哋系相信宇宙万物系一个造物主啦。咁呢个造物主咧，要喺唔同文化入边咧，就唔同嘅名啦。例如中文是真主啦，咁阿拉伯文是 Allah， 甚至以前嘅或者叫耶和华啦、上帝啦，或者是天主啦、上主啦，甚至好多唔同嘅语言、唔同嘅文化咧，都系对佢有一个认识，同埋对佢一个唔同嘅称呼嘅。咁我哋穆斯林就系拜呢个创造天地万物嘅呢个造物主，一日入边咧，我哋有五次礼拜。一日咧系用五次咧系拜呢个造物主，而拜呢个造物主咧，我哋因为喺世界唔同嘅地方咧，或者一个秩序，所以方向咧就系向翻麦加嗰个方向。但系我哋绝对唔系拜嗰个方向，同埋唔系拜嗰个麦景，我哋拜系拜宇宙万物嘅造物主 Allah。美国就经常会可能对Islam 会有偏见，咁或者其他国家都可能会有。你认为点解会啲人会对 Islam 系会有偏见呢？因为咧，第一我哋好多特别系我哋香港又好，甚至系中国又好咧，首先系我哋对伊斯兰系冇咁多嘅认识，即系好少接触得到关于 Islam 嘅嘢，或 Muslim 又好，甚至系伊斯兰嘅嗰啲资讯又好。咁变咗呢，喺历史上面呢，咁西方同埋呢个 Muslim， 即係伊斯兰信徒呢之间嘅喺历史恩怨啦，又或者係有啲政治方面和各方面嘅呢个恩怨呢，就搞到呢即係抹黑，甚至係妖魔化伊斯兰嘅嗰个啲事情。特别喺传媒方面呢，好多时我哋可以睇返同样嘅一件事都係发生喺 Muslim 身上呢，他们大肆标签用 Muslim 也好伊斯兰也好这个名字。但同样的事在第一信徒身上发生，他们就不太那个信仰了。例如说我们打劫也好、杀人也好、放火也好，是啊，有 Muslim 做这些事，但不通其他的信徒就不做这些事吗？一样有的嘛。但是呢告到那时呢，他们是只字不提另外的那些犯罪的人或者是做坏事的人呢，他是什么信仰就不提了。但是反而是 Muslim 呢，他就去大大字呢就提这个回教徒这个 Muslim 这个伊斯兰教徒做乜做乜，这个是我们需要大家呢这样和平地相处呢，尽量不要火上加油啦。希望大家就是看多点，特别是想知道 Islam 的东西呢，问返我们 Muslim 的学者就不是说就是听传媒一面之词，特别是仇恨伊斯兰的人，他是反这样去宣传那些伊斯兰的东西搞到我们呢也接触不到这个正确的讯息。现在呢就是有了这些网上面的资讯多了呢，那我们是很易是可以看得到这个伊斯兰的资讯了。以前呢或者难一点，是吧？所以我们希望呢大家就是尽量呢，是有一些问题有些什么的时候呢是我们欢迎大家，无论是打电话也好，无论是电邮也好无论是上网也好呢，是跟我们一起交流。近年来马来西亚就成为了 Islam 的金融中心，
究竟 Islam 嘅金融同埋非 Islam 嘅金融係有啲乜嘢嘅不同之處呢？最大嘅唔同嘅地方呢，就係首先我哋要認識我哋生活嘅目的，即係人生嘅意義，係互相喺呢一個世界咁樣去生活。而經濟或者係金錢甚至係貿易呢，就係一種我哋去生活嘅手段啫。所以我哋唔會話犧牲咗我哋嘅人生，所有人嘅重要嘅生活嘅目的，甚至係傷害到我哋或者係部分人嘅幸福，甚至係自由，甚至係和平，甚至係平安，而只顧呢去獲得自己嘅金錢方面嘅利益。所以基於係咁樣嘅一個基礎呢，伊斯蘭入面呢就係禁止利息嘅，就係最大嘅唔同點就喺呢度啦。因為其他嘅金融體制呢，係特別係依家國際上面嘅係有個利息嘅，甚至建立喺利息上面，你又係完全係靠利息。伊斯蘭呢啱啱相反係禁止利息嘅，呢個係最大嘅唔同點。咁今次嘅金融海嘯最大嘅嗰個罪魁禍首呢，就係因為利息嘅問題導致到好多，甚至當然仲有其他空買呢啲嘅唔同嘅嗰啲貿易嘅方法呢，導致到我哋依家金融嘅危機。當然呢個兩三句係講唔到，咁最緊要呢係伊斯蘭呢係建基於係人為本先嘅，之後呢先係金錢，先係貿易，其中呢就禁止係利息。咁今次訪問最後一條問題啦，咁其實有人都認為回教文明同基督教嘅文明可能會係21世紀嘅最大嘅衝突，你點睇呢？其實呢，呢個係好多人嘅誤會啦，甚至會係炒作啦。我哋伊斯蘭同埋基督教，特別係耶穌基督呢，係好密切嘅。例如我哋崇拜嘅對象同耶穌本人去祈祷嘅对象都系同一个嘅，同一个嚟嘅，唔系第二个。甚至咧，我哋嘅生活咧，你可以睇到伊斯兰或者穆斯林嘅生活咧，好多咧系更加系似耶稣嘅。例如话禁食啦，甚至系唔食猪肉啦，系嘛？呢啲穆斯林唔食猪肉，耶稣亦唔食猪肉啊。甚至咧，例如话割礼，系嘛？耶稣要割礼啦。咁而家今时今日嘅穆斯林都仲要割礼嘅。都是跟返以前嘅使者、以前嘅先知咁样去生活嘅，就係穆斯林。所以我哋都唔明，当然呢个都係历史同埋特别係历史嘅政治方面嘅因因缘缘呢，好多人呢係包括呢係继承到嚟到我呢一代，甚至係下一代，特别係嗰个政治嘅利益，甚至係某一啲嘅利益呢，係为咗自己嘅政治筹码会标榜反对呢、這个反对嗰、那个。其實我哋希望呢，無論係任何宗教嘅人士，無論係基督教好，無論係佛教徒又好，無論係咩宗教教徒又好，穆斯林又好呢，大家應該係坐埋一齊，互相係和平和諧咁樣互相去交流啦。我認識下你信仰嘅，你認識下我信仰嘅，咁大家互相要了解，交流呢先要了解，互相了解呢先知道，你做緊乜，我做緊乜，先去可以改善到我哋嘅關係，就唔好呢再找住以前嘅，甚至係成千幾年嘅嗰個歷史恩怨呢唔放，甚至呢係仲火上加油咁樣，甚至係唯恐天下不亂咁樣呢去做嘅話呢，呢個係好唔負責任嘅嗰個囉。所以我哋希望呢，無論係基督徒、天主教徒甚至其他角度呢，我哋穆斯林係好願意同佢哋做朋友。特別呢我哋 Islam 有一條，我哋認為所有人類都係亞當嘅子孫，無論你係咩信咩宗教都好，只要你係人呢，無論係唔分語言、唔分膚色、唔分種族，都係亞當嘅子孫。即係咩呢？即係我哋所有人類呢係同一個祖先嚟嘅。呢個係我哋穆斯林嘅信仰入面咁樣教導我哋。不過反而話我哋想對方反而唔可以接受，邊個同你做兄弟嘢，係咪？不過無論如何，我們的信念裡面，我們所有人都是亞當的子孫，用這個角度看，我們是有同一個祖先，即是呢在這個意義上呢，我們都是兄弟姊妹來的。那我們都希望大家多點認識伊斯蘭。好，多謝你。今集的時間又差不多了，如果有任何意見或者問題，歡迎去到討論區或者下面的意見欄發表。多謝收看，再見。